请。这是您的新办公室。进去啊。满意吗？如果你不满意，只要你说一声经理我服你，我就立刻给你换回以前的位置。我觉得很好啊，离厕所也很近，至少可以远离那些无聊的人。你为什么不直接把我放在电梯里办公呢？那样空间会更小，还可以上上下下接待客人呢。行行行，那您安心工作。好的，老板。请。服了吗？你好无耻！你很像一样东西。什么？小强。这到底是怎么了？为什么会被他搞得心神不宁的？明知道他很可能又是逢场作戏，难道因为浩然的心在他那儿，我就对他有了感觉？不行，绝对不行。来了。我是他同事。你怎么让他喝这么多酒啊？不是我让他喝的，是他自己要喝的。哎呦，你搞的真是。那我先走了。给我，谢谢你啊。来坐下来，孩子。哎呦，怎么搞的？喝这么多酒啊？不是，这孩子怎么回事啊？你坐这里啊。哎呀，不，醉成这样啊，小月呀，你。哎呀。哎，为什么呀？为什么我不是出身高贵，然后我就可以有很多很多的钱，我就全部都拿给你？行了，可是我什么都没有。小雨，王姐，我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拿来换取他的爱。别哭，孩子啊，行啊。任何东西可以拿来换单。别闹了，喝点水，喝点水，慢一点啊，别呛着，哎，慢一点，你这孩子真是。林启程，我可以为你去死。世界上，浪漫的爱情只有两种，一种是电视剧里的爱情，无论多么肉麻。都可以让你看得掉眼泪。另一种是自己正在经历的爱情，即使对方是只猪，你也可以痛苦到彻夜不眠。但是你要知道，别人看你为爱痛苦的样子，只会暗地里笑你是个傻瓜，没有人同情你，更没有人祝福你，包括那个不爱你的男人。奶奶，你说是气死的好，还是这个带糖的好？都好。阿Ken，快来呀，帮着选一下。啊，奶奶说哪个好就是哪个好吧。是你们结婚，只要你们年轻人喜欢呢，我看都好，都好。你们自个儿商量吧，我累了。好好选选啊。OK， 你在想什么呀？心颖，我做心脏移植手术那天，你是不是也在场？对啊。那你知不知道？给我捐心脏的那个人是谁？你不是问过我了吗？我说了，医院是保密的，我们真的不知道。
你真的不知道，人家当时心思都在你身上呢，怎么会记得那些事情呢？你现在就要记住一点，不管那颗心以前是谁的，反正这颗心现在就是我的，你只要全心全意地完成我们的婚礼，好不好？ 那些医生的嘴太贱了，都跟缝了针似的。我实在是查不到任何线索。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啊，捐赠者肯定就死在这家医院里，因为心脏移植手术时间最关键，必须要捐赠者在死亡数小时之内完成心脏移植手术。那这个人的死亡时间应该就是我手术当天。这样，你去查一下这家医院那天的死亡名单，他肯定在里面。明白。 我这就去。哦，对了，老大，您上次让我查的那个周宇的男友，我查到了，他叫浩然，早就死了。怎么死的？意外事故。那他旁边那人是？他叫左辉，周宇的同学，和您一样，都是种子选手，都还在起跑线上。嘿嘿，不过您肯定比他强啊。您想，您起码也是六神V12引擎，咔一脚油门就超他了。行了，别贫了，这样，你把 欧阳部长，过教来，让他把竞标律师事务所的资料都拿来。得嘞。林总，这是所有竞聘者的会所资料。您看我们什么时候举行竞聘会？怎么没有旗帜所？哦，是这样的。 因为他那个律所规模太小了，又没有董事的推荐，所以我就没有把它放在这竞聘这里。我推荐你去安排吧。好，记得把我电脑里的报表打印出来，下午我要去总公司汇报。是经理。你怎么在这儿啊？你来找我也没用，除非你求我，不然我不会让你回来的。是吗？ 我现在已经不喝你买的咖啡，不吃你买的食物，下毒这一招已经对我没有用了。我像是那么没有创意的人吗？看看你的电脑，你改我的密码？你怎么知道我的密码的？像你这么自恋的人，你的密码肯定是自己的生日啊！你把密码改成什么了？求我呀，求我呀，求我也不一定告诉你。 我下午开会的资料全部都在里边，这些资料很重要。我的要求很简单：第一，不加班；第二，每天早上晚一小时上班；第三，调回大办公室；第四，每月加薪水1000块；第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到21条相框转等我想好了再填上。你要是同意的话，就在这个地方签个字；你要是不同意的话，我就回我的厕所办公室继续登我的小墙。你想让我签这个丧权辱国21条？我告诉你，这是耍诈。 胜之不武。你呢？这工作之便，若若强食。行，那咱们来场公平的战争。你说比什么？羽毛球。你要是输了，就必须认杀认宰，并且以后不准再骚扰我哥。我要是赢了呢？你的条件我全部答应。你还要权力帮我争取争欧巴？嘿，哼，你不知道我是拿着羽毛球拍出生的呀。我好怕哦。一言为定。 你快点把密码告诉我。你赢了我再说呗。哦，你暗算我。你以后要是再整我，我就让你搜集7颗颜色的 NB， 满足你屁股对色彩的需求，你不是很潮吗？你不是臭美吗？反正今天流行撞色。你好，请问您是周宇小姐吗？我是，有一位林先生在我们迪凡尼店专门为你定制了一串钻石项链，您看这个款式您喜欢吗？对不起，我想他可能搞错了，麻烦你们帮我退给他。对不起，我花粉过敏，麻烦你们把他们搬走吧。 对不起，我们不能退货。哇，邹姐，好多花啊，谁送的呀？你要喜欢的话，你就拿走吧。真的啊？那我们拿走了。OK。
客气啦。你就是仙人掌，明明内心柔软，偏要满腹武装，每前进一步就像在拔刺。你总不会对仙人掌过敏吧，林？ 哎，其实我在法院给你打电话，怎么一直没打通啊？什么情况？躲谁呢？林锦章。喂，你到底要干什么呀？我想请你吃个饭。不吃。你们律师事务所不是要竞争我们公司的法律顾问吗？对你们所我完全不了解啊。 你是不是得给我介绍一下你们所的情况呀？那你给我们主任打电话了解吧。林启正吧，不是人请你吃饭，你干嘛不去呀？没时间。哎呦，时间，时间就像那个女人的那个泪腺一样，那挤挤总会是有的吧？啊，再说了，你跟合伙搞好关系，那这也是你合伙人应尽的一份义务啊。他马上就要结婚了。 我没让您跟人家谈恋爱，我只希望你们俩保持一定的距离。近了吧？我怕您受伤。远了呢，咱又保持慢事儿。对，咱就玩暧昧，玩神秘。跟谁搞暧昧呢？哎呦，媳妇儿，你吓我一大跳！你怎么走路老不带声儿呢？我要是不搞这突然袭击，我哪知道你跟别人搞暧昧去啊？哎。 你要是不理我，我就一直吹。你该说话了吧？我正在选择用哪一句话做开场白。随便。为什么躲着我？我没躲着你啊，我只是没时间应付你。应付？对啊。 我很忙，我不适合做调情的对象。我不是跟你调情，我是认真的。你想认真做什么？做我们想做的。什么是你想做的？你能给我什么？你想要什么？能给我很多首饰。可以。能给我最好的房子、最好的车子和很多很多的钱，只要我开口。可以。能帮我摆平所有的事情，让我成为这座城市里最有钱的律师。你可以什么都不做，如果你愿意的话，完全可以。然后呢？做一个躲在你背后的女人。 等你有时间了，就来看我。即使你睡在我身边，也要想好理由电话那头的江心瑶撒谎。人前我们是陌生人，人后我们是有恃无名的夫妻，搞不好还能为你生个儿子。过个十几二十年，你就把我们送到国外了却残生。在这期间，你换女友的频率，我可能还要和小四、小五分享你。每天因为你不知道在谁的床上醒过来而肝肠寸断，也许我还为自己存一点钱，以备不时之需。 这就是你想做的吧？和所有有钱的男人一样，没有什么区别。我都不用问你，江心瑶怎么办？邹月怎么办？太上皇怎么办？你能给我的不是我想要的，而我想要的，你永远都给不了。所以，如果这些我可以给你，你愿意等吗？不管你相不相信，我对你和别人不一样，我想让你做我唯一的女人。 但是是需要时间，我需要时间去说服我父亲，尽量不伤害江心瑶。我知道我的过去记录非常差，想让你相信我很难，可是没关系，我有耐心。咱能不较劲吗？你这些话说给一个律师听，没有说服力。所以我知道你的过去非常惨痛。我的过去不惨痛。
相反非常美好，不可取代。别想拿这个打动我。宗玉，你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林启正，我不会去做那些有风险、有阻力、卖力不讨好的傻事。既然大家都有这么多牵绊，就各走各的路吧。不过我还是很感谢你顾及我的颜面，没有说出包养两个字来。小雨，小雨。小雨，我跟你说啊，今天妈妈买这墩布啊，中了一个浪漫七夕嘉年华双人游的套票，有一张给左辉了，来，这张给你，你拿着啊。妈手气多好啊，中个奖都成双成对的，看来你和左辉啊有戏。哼，太自以为是了，什么最好的选择啊？讨厌，我选股票，选座位号码，选电话号码，我也不会选你。嘀咕什么呢？啊，你去还是不去啊？去。先生，七夕情人节给你女朋友买不买？不买，不买，不买吗？漂亮的，买一个吧。买吗？多少钱啊？颜色都有的。这么大岁数了，别闹了。热呗，来，来，要什么颜色？要吧。哎，你怎么啦？心脏不舒服啊？有一个套环，啊，套什么给你送什么那个，那个挺好玩的。咱们，邹律。林总。邹律师，这位是你男朋友吗？你也不给介绍一下？左辉，林启正。你好，你好。邹律师男朋友真是一表人才啊！阿 K， 你看他们两个人是好般配啊。哪儿啊？你们才是一对璧人。邹律师，我跟阿 K 的婚宴，你们两个人也要来啊，到时候给你们寄请帖，对不对，阿 K？ 邹律师，你不是花粉过敏吗？这么快就好了？哎呀，对不起，我都忘了，来扔了。我挺喜欢这句话的，我想留着它。这个游乐场是志玲开的，既然来了，我要尽地主之谊。领你们到处逛逛，看看有什么玩的吧。你带邹律师去拿点水吧。好吧，邹律师，我们走吧。好吧。以前来这玩过吗？没有。这个玩过吗？不敢玩，我坐车都晕。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目前最先进的过山车，零到一百是瞬间的速度，而且还有一个270度的转弯，你要不要玩一下？左辉恐高是吗？我跟他说，玩这个玩个5次，我们公司有奖励，送一个马尔代夫双人5日游，他就去了。是真的吗？反正他信了，他说不就是让一个机器绑着给甩几圈吗？能带你出去玩值了。林启正，你太过分了，你欺负老实人。你为什么不接受我，去接受一个土包子呢？至少人家没有带着未婚妻满大街秀恩爱。不高兴了？我有什么资格不高兴啊？那也就是说，你拿着别人的花，牵着别人的手，我也没资格不高兴喽。是啊，前两天差点相信你的鬼话，幸亏你及时让我看清楚了你。你以为你赢了吗？再见。是吧？哎，怎么了？没事，逗他们玩玩。阿 Ken， 我怎么觉得刚才那个邹律师看你的眼神有点不太一样啊？想哪儿去了？就是普通朋友。
哎，你想不想喝点水啊？喝不了，喝不了，喝想吐。你该不会是怀孕了吧？我告诉你，我比怀孕还难受，心里翻腾啊。你还想吐啊？好多了，现在好歹能够看清楚你了。你真行，真往上去啊！他说那得不得奖的事儿，你那么在意吗？你信他干什么呀？你还真以为我信呢？我是看他对你不怀好意。你别瞎说。别瞎说，他看你那眼神我看不出来呀。关键吧，他老在我面前叫板示威的，我不想让他得逞，我得让他知道，他耍什么花样我都能接着。为了你，我什么都能做，得告诉他吧。为了我，我看今天晚上这顿晚饭是省了，我看出来了。肯定省了，我心里翻腾啊。没事儿，没事儿。什么？你要跟江欣瑶悔婚？哥，你想清楚了没有？你跟江欣瑶结婚不仅仅是你们两个人之间的事儿，关键问题是志林需要江氏。我想清楚。那两家的合作怎么办？现在，江林两家最重要的合作就是东城的那块地。可是志林的资金又出现了问题。如果我能把资金问题解决了，那也就是说，没必要非得和江家合作。可是我怕大伯就算知道了，他也不会同意。再说了，林家跟江家是世交，你跟江笑又从小就认识。可是我现在的想法有点变了。又得被扣工资了，这是。楼的项目要转让，需要咱们派一名律师跟进。哎呦，至于吗？高兴成这样？当然至于了。你想这背后的意思啊？他要不想聘咱们律所，他干嘛让咱们律师跟进啊？那好啊，你去跟吧。哼，我倒是想，人家指名道姓让你去。我没时间，我手里有别的项目。那你别的项目让别的律师去干啊，你就专攻林启正。我真没时间。你干嘛？喂，林总，我邹宇，我现在手里边有好几个项目，你的项目可能我就不能跟了。啊，咱们公司还有很多经验丰富的律师，比如说高展奇，你倒是可以试一试。我只信任你。对不起，我真的帮不了你。公是公，私是私，如果你们事务所中标，以后就是志林集团的法律顾问了，我们会经常见面。你要是老这么躲着，咱们还怎么合作呀？喂，您好，林总吧，我是高展奇。啊，您说明天几点？哦，哎，好的好的。好你个邹小雨，他说他明天早上起来在你们家楼下接你。你给我老实坦白，你们俩关系发展到哪一步了？他怎么知道你们家住哪儿啊？要不跟他绝交吧。我就开一玩笑，你看你还。启哲，你那个西郊广场的烂尾楼项目进行的怎么样了？正在谈判阶段，就是价格和我们期望的还有一定差距，我正在努力争取。三年前你一再坚持上这个项目，后来手续上又出了问题，造成了我们目前资金链断裂，给后续开发也造成了极大的困难，你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呐。董事长，这个资金链断裂主要是因为赶上限购令了，这属于天灾人祸了，不是我个人能控制的。好了好了好了，你赶快抓紧转让吧。董事长，要不然
我试试。这个项目一直是我在负责。对，是你负责没错，在你手里三年都没卖出去，这个时候多一个人管，也不是坏事。还有，咱们东城有一块地皮，再有半年就到期了。如果咱们没有稳定的资金，破土动工，这个项目很有可能就保不住了。东城那个项目，我们是要和江氏集团合作的，这个资金不存在问题啊。谁有都不如咱们自己有。江新海一天没签字，就有可能随时变卦。小林总说的有道理，就是，早点把吉亚的烂尾楼给卖出去，总是好的。董事长，如果我们用这烂尾楼的资金去做东区的项目，这让江氏知道会影响到我们合作的。启正，你马上能找到合适的买家吗？我有一个朋友对这个楼还挺感兴趣的。董事长，这临阵换帅不太合适吧？没什么不合适的，就这么定了。你抓紧时间谈判吧。哎，好，就这样。哎，怎么样？什么时候考虑和我们志林合作呀？不急。启正和新瑶还没有正式结婚，咱们的合作不都是为了他们服务的吗？哎呀，他们的事儿已经板上钉钉了，你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啊？签合同前一秒变卦的事儿我都见了，更何况结婚。哦，对了，林总，您这么急着融资，是不是和我听到的传闻有关？什么传闻呢？我听说志林集团财务发生了问题，您在到处甩卖烂尾楼。你想啊，志林的财务真的出现了问题，我还能和你在这儿喝咖啡聊天吗？啊，哎呀，只是啊，东城那块地你都知道，是志林的重点项目，我是总想找一个信得过的合作伙伴而已。他们俩一完婚，咱们就是亲家，我就是您信得过的合作伙伴。喂，我这个妹妹是我生命的全部，只要她能如愿以偿嫁给启正，我会出一大笔钱给她做陪嫁。江总，我相信你的出手啊。周律师早。早。左晖怎么样？还能怎么样啊？吐得翻江倒海的呗。你如意了？周律师，你平时不上班都喜欢干什么呀？看电影。这么巧，我们老大也喜欢看电影，他刚刚看了一部电影叫《暮光之城》，还特意去买了电影的原声 CD 来听。你等会儿放给你听。哎，周律师，那你还有什么爱好吗？攀岩。攀岩？我们老大最近也迷上了攀岩。我跟你说，他以前从来没玩过，上次忽然就自己跑去了，别人家学了好几年，那都厉害呢。要不我说我们老大就是天资聪明，有胆有识，是吧？我怎么记得你家老大好像摔得不轻吧？周律师，那你还喜欢干什么呀？我呀，我喜欢逛街，买衣服、买包、买鞋、买奢侈品。我们老大也有这个爱好呀。我跟你说，周律师，我们老大最大的爱好就是陪女孩逛街，给女孩买包买鞋子。你下次逛街啊，一定得叫上他陪你去，眼光又好，品味又高，还有不限量的信用卡刷到爆。你是不是说的有点太多了？今天林启正去西郊谈那个烂尾楼项目，你怎么不跟进呢？啊，高总，您有所不知，我听说林总想要换掉我们以前的高层所，现在用了一个新律所的律师跟了这个项目。新律师所？我怎么不知道啊？一个小破律师所，在业内根本就排不上号，没名没份的。大少爷，咱们可是收了高层所的钱了，他们的人天天上门来求我，您看这事怎么办？
这不是还没招标呢吗？啊，要真是像你说的，他们那么没实力啊，也不可能中标。哎，我听说呀，艾少爷看上了旗帜所的一个律师，这事儿空穴来风，未必不可能。那律师叫什么名字？周宇。你好，周宇。哼，看着眼熟。我想起来了，就是当初跟咱们公司打官司那个。对对，这不是引狼入室吗？哎呀，是是是，哎，林总，这是高层所的一点意思，还得请您多多帮忙。啊，你让他们主任把心放肚子里吧，啊。海伦，你找个人去帮我查点事儿。陆总，我就特别希望呀，把这个楼卖给像您这样真正想为西郊做点事儿的人。你这个说法我很认同。我对这片烂尾楼感兴趣，不仅仅是为了上行回报率，更是因为这片烂尾楼已经是我们西郊人心头上的烂疮，心里的伤疤呀。行，陆总，咱们马上去吧。好，坐坐坐。林同事，来，邹律师请。坐坐坐。我先说两句啊。特别高兴能到西郊来，也非常荣幸能认识各位。非常希望能和陆总合作。为了表示我的诚意，大家一块先干一个吧。来，我敬大伙一个啊。来，来，林总喝一个。那个，我身体不太好。这喝完这杯之后啊，剩下我都一茶带酒了。哎，好，来。既然林总不能喝了，咱们也不要勉强了。林总你不喝酒，总要有人替你喝，是不是？邹律师，邹大律师，你怎么能喝饮料呢？你可能不太了解我，我在谈判桌上行，在酒桌上是真不行。哎，不能喝就少喝嘛。这下午在谈判桌上，你太伶牙俐齿了。现在要不把你喝多了，我怎么能说得过你呢？我一点酒量都没有啊，没法陪您喝。主人请客人喝酒，客人就得喝醉，要不主人多没面子，林总是不是？陆总，算了，他确实不能喝，别难为他。你不喝酒，林总也不喝酒，大家都不喝酒，那我们来酒店干什么？还不如回家陪两户孩子睡觉呢，是不是？小吴，小王，来。敬邹律师一杯，啊，邹律师，好吧，来来来，这杯我替了，来，给我吧。那个人家是律师，跟咱这事儿也没关系，咱这别为难人小姑娘。来来来，林总好样的，谢谢啊，谢谢。既然林总开始喝酒了，原来刚才是客套。林总，那咱今天就不醉不归，好吧？好，好，来，我舍命陪君子，今儿陪你们喝痛快了。林总舍身救美，我成全他。敬你酒，你就直接推我这儿就行。你心脏难不难受啊？我刚吃药了，没事了。放心，我原来啊一喝都是一条街呢，这点酒算什么？走，你刚做完心脏手术，你不能再喝了。没事，放心吧，走走走。慢点。林总，来，我们来喝一杯。哎，啊，谢谢。露露，我们都是法务部门的，我陪你喝一个。林总，我们还没喝呢，还有我们呢。小张、小刘，来来来，我给你们喝一个啊！饭桌还没给你们喝呢。林总，你的酒杯，没事吧？没事，没事。为了什么呢？哎哎，小胡，这小胡，为我们四个都是美女，喝一杯，是美女的都得干了啊！咱们帅哥喝一个，帅哥喝一个，好好，咱们喝，来来来，林总，陆总，陆总。刚才不好意思，上桌怠慢了你。没事没事，我给你们赔罪，我喝双倍。不是，我喝双倍，我喝双倍。意思一下，陆总心意就领了。双倍，邹律师，双倍哪有诚意啊？来，陆总。大律师果然是巾帼英雄啊。
走，哎，邹宇，邹宇，你意思是陆总心意就好酒了。还有谁想跟林总喝的，都跟我喝。我很久没有喝酒了，来。再给我一倒点。邹律师，没事吧？我跟你说，林总今天直播，我不知道邹律师不能。啊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哎，小雨桐，谢谢啊，陆总。合作的事儿您多考虑考虑，放心，放心啊，那我先走了啊，慢点啊，慢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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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是不是特别难受？我胃特别难受。来，靠。你胃难受，你还非得抢着喝？我不喝，他们就会让你喝。还是我喝？你不知道，你不知道你有多幸运。 你说什么呢？谁死了？你什么意思？你永远都不会明白我现在干什么。我明白。你不明白。我明白。你不明白。我要是不明白的话，我为什么现在拼了命了要把这个烂尾楼卖掉？我就是不想让你等太久。 你不要抽烟，要喝酒，不要怕烟，我到全体。就算是为了我，你要爱惜你的身体。你要是不答应的话，我就判你无期徒刑。泽宇，是不是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呀？